老师，您在忙吗？是关于梁木泽的病情，他快不行了，我很想救他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做什么。您教教我吧，老师。教教我吧，老师。尊敬的叶军教授，请原谅我的冒失。我是解放军第109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。您办公室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发您信息也没回复。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我上一封邮件？病人的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，他开始出现感染性休克，陷入昏迷，伴随着幻觉的发生，这几乎已经是濒死的信号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